把我的这件衣服脱掉。这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啦，就是在我800K 的时候呢，我会送出一架 iPhone 11。你们只需要做的是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关注我的 IG， 把这个视频转发去你的 Story， 就有机会获得啦。800K 等你们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endi。今天看到吴先生就没有在，就知道我又要来搞事情了。就是有在 IG 那边问大家有什么东西可以来遏制吴先生，然后就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留言，然后就从这些留言中看中一个，就是男友一起洗澡，我觉得这个 content 赞。刚好今天果果去洗澡，然后刚才接到了电话，他们已经冲好了，然后吴先生就匆匆忙忙的出门去接他们了。我就觉得，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来拍这个开头，然后来准备一下，因为等一下呢就要天暗了嘛，天暗了我们就会洗澡，然后我就会开始。趁吴先生还没有回来之前呢，我就想要来洗个脸，因为刚刚我是去煮东西嘛，然后弄到脸有点油，然后呢现在就来洗干净。顺便给你们看我最近的肌肤多很好，基本上都没有再长痘痘，然后我的粉刺也减少了，看到吗？相信你们都很好奇我这么常化妆，我到底是怎么保养的，加上现在无时无刻都需要戴口罩，那我就来告诉你们吧。也是因为我在家有用这个佛罗家的露娜咪咪去洗脸仪来洗脸哦，洗一次就真的可以把我们的脸洗到很干净，更何况现在不能去美容院，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皮肤洗干净啦。然后近期我又看上了这个露娜区，我就觉得是时候来 upgrade 一下啦。这一个呢是面积比较大的，我选了紫色，这个颜色也太好看了吧。紫色这个呢是给敏感肌用的，很温和哦，它的刷头也是非常柔软的哦。我们现在就来洗脸，先把头发夹起来，用法也是非常简单，在开始之前挤一点洗面奶在上面，然后按一下就可以开始了，就这样轻轻的洗你的脸。这露娜区呢它就能深入的把我们皮肤上的细菌洗干净，同样的这一个露娜咪区呢它也是有同样的功效哦。好啦，我已经洗好了，整个脸呢就是很干净清爽。那如果你们是已经看中佛罗家的洗脸仪的话呢，不要等哦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说明栏那边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购买哦。然后刚刚我也收到吴先生的 message 说他现在已经回来治疗，所以呢我现在就要去 set cam 先。2000 years later. OK， 我已经听到吴先生回来了，然后我手上这一架相机呢，等下就会跟着我带去厕所，然后我这边有一架相机，我现在要假装自己滑手机先。有啊，我不懂啊，我给你买的吗？你不懂没？你为我买，我都没有看过你穿
什么样内裤？没有哎，随便一件啊。然后呢，我就会夹夹这个毛巾掉下来，然后看吴先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。然后呢，我还去装了浴缸的水，然后我就会拉他进来，叫他跟我一起泡澡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我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过蕾丝的内衣内裤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古怪，古怪过才再走出来。其实我要抬更高，但是我脚好像拿不到，太短了，太短了。很尖，好像在划船这样哦。所以你是在啊？嗯，对，我在我的男友嘻嘻。哦，我问你啊，这样。哎，顺便也是可以。对啊，那要不要看两个各位？OK， 我觉得这一次不算成功哎，因为我觉得我本来是要拍，但是最后我好像拍到歪去哦，这个好像感觉你、小孩子的，我不懂怎样才叫，我应该拿那个内裤这样转转丢出来吗？是不是？定来拿给我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现在才想到哦，所以。也要学一下的啦，是啊，不是每个人都会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这次的二整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大傻眼，我就在想说你这样排水的这影片，奇奇怪怪这样的毛巾掉下来，然后我直接what the，你掉下来过后还是有东西的，难道没有东西咩？掉下来才叫真正的XX吗？这应该不能播，我自己私下看看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要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也不要忘了 follow 我们的 IG， 我们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厉害了哦，自己要走了咯，害我完全没有放。我们这次真的去冲凉了， Let's go。哦，各位我要去做孩子了，拜拜。